好，中秋节刚过，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。今年传出大陆大闸蟹终于是开放来台，但是这可让本土的业者是绷紧神经来应战，推出了低价促销。像是五星级饭店就推出了螃蟹大餐，买一送一，还有业者推出加价48元就有一只三点蟹。大火快炒，不到5分钟，热腾腾的风味炒蟹立即上桌。里面放了阿拉斯加蟹。这个大蟹脚，还有我们台湾的花枝根，另外还有空运来台的阿拉斯加帝王蟹，用味噌当锅底，慢火熬煮，还有老饕最爱的清蒸沙姆，掰开蟹壳，满满蟹黄流了出来。因为今年大陆大闸蟹重新开放来台，其他卖蟹业者可是绷紧神经应战，五星级饭店打出螃蟹大餐，这样满满一大桌，买一送一。然后我们还特别准备了这个1000元餐券，就是让这个客人，你买一客赠送一客，下次来的时候可以更享有这个优惠，这样。更有饭店业者不惜成本点餐加48元，就有一只美味的三点蟹，折扣下杀再下杀，就是怕大陆大闸蟹在台湾重出江湖，瓜分秋蟹料理市场。不过现在连刷刷锅业者也来抢一杯羹，活跳跳的沙公沙母还有处女鲟，直接就摆在座位旁的大鱼缸里，现点现捞。老板说他每天早上去鱼市场批货，把成本压到最低，一只沙公只要200元有找。因为景气真的很不好，所以我们是想要降低我们的利润来回馈给我们的顾客。今年秋蟹价格比去年上涨了4成到1倍，大陆大闸蟹又有固定饕客在吃，让本土业者只好逆向操作，纷纷打出低价促销来吸客。中天新闻张哲儒、杨慧文台北报道。